嗨 ，L 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珍珠乔乔乔。碰到困难是好事啊，没有碰到困难的话，你自我感觉太良好了。对，所以我觉得碰到困难绝对是一个很好的认识自己的机会。要么你可以健康的忍，要么就我们就连滚带爬的滚吧。我是觉得很难，人很难去改变别人，改变自己也不容易。可是我觉得要在一个安全范围里，因为人的身心健康是很珍贵的。所以如果你已经没有办法健康的包容这一切，我觉得咱们就帅气的滚吧。我拿我自己的经验来讲的话，我感觉到我真的有舞台可以展现自己的关键是有一天我不想做这一行了，那是我的关键。因为我突然发现世界很大，然后我一直执着演艺圈演艺圈演艺圈是一件很狭隘的事情，所以我反而是在我不 care 这一行的那一年突然演艺事业成功，可以这样讲吗？我不知道这样算成功吗？所以我觉得试着去打开你的心胸，看到这个很多彩多姿很大的一个世界蛮关键的。